阿母，是我做新妇的无路用，是我嫁你来领养家这么多年，拢无法度生，该死的人是我，不是阿母。阿母，我请你莫阁生气啊！秋华，那代志哦，无啥严重啦，无人啊需要为着这个代志死，你紧起来啊！严庆，生不出来上大责任是我。 应该去死的人是我才对。阿母嘛不是爱你死，我干那爱一个，会当替阮杨家传宗接代的金孙，你即马生袂出来，我只好借别个查某的巴肚来生一个。我嘛袂逼你啦，我予你三个月的时间，三个月后，你若是无有心，我就安排杨庆啊，甲我娶一个别个查某入门。就啊，恭喜你哦。 你五万将你坐呢，总算有心啊！有心啊！而且哦，已经过外围啊，加稳定。几个外围啊？杨庆，恭喜你哦！啊，你真好嘞！舅妈，我要做阿爸，我要做阿爸啦！ 囡仔，是阿母对不起你，我真正足惊你的阿爸是别人，所以阿母真正无法度甲你生落来，请你原谅阿母。秋华，秋华，你要紧无啊？哎，无要紧啦，这我来劝侯啊。 这红花是老天爷的，秋华，你啥物要安尼做啦？我有我的理由。秋华，这个囡仔是咱五万将你坐伫这位的，你啥物要闹掉啊？我，你讲啊。秋华，你紧讲，无论安怎，我今仔日一定得到一个答案啦。 这囡仔怎可能不是你的？是我叫你才生不了了，才有的。秋华，你无代志了哈？杨庆，你害我死好无？我感觉痛苦的。明的，我袂好你死。你是我的某，不管你发生什么代志，你也是我的某，这永远都袂改变的。杨庆，我已经不是亲爹的身躯啊！ 那安尼，你敢搁要治我？袂，啊，不过我巴肚内底迄个囡仔，就有可能是迄个你刚生的。那安尼，你敢搁要我甲伊死落来？秋华，我相信你巴肚内底迄个囡仔绝对是咱的，不是迄个歹人的。我知影，你拄着这款的代志，心肝内一直足痛苦的。啊，不过你爱替我想，嘛爱替你巴肚内底囡仔想啊。我已经想真济啊。 只有心才有法度解决。那恁秋华，你着把这件代志放袂记，把这个囡仔好好生落来，以后咱一家伙啊，做伙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好无？